这是我刚吃完的一只 oyster， 然后我忍不住了，我真的有话要讲，是很好吃哦，比我们 Australia 吃到的还要好吃哦，很肥很新鲜、啊、很夸张的感觉咯，那一只才10.8呢，在 Australia 其实是吃不到这种价钱的咯，我们考虑一下，等一下不要叫的话，等一下再考虑， OK， 等一下再讲， OK， 拜拜。